有事吗？这里就是童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吗？这是给你们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千羽，能不能跟我去一个地方？我不会跟你去任何地方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明天以后，我们也许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千羽啊，不要跟他走，千万不行啊！Thank you.